我玩原神这么久了，要说最遗憾的事儿，那必然就是剧情里的坐姿不能时装。我最初的遗憾，艾尔海森。想当年，虚名必应这一个二郎腿，跳进了多少人的心里？他看书翘，思考翘，跟别人唠嗑也翘。这可是原神里独一份的二郎腿，又装又拽，跟海哥这人设简直不要太符合。因为这个坐姿出现次数太频繁，导致好多玩家都觉得他会在游戏里时装。我收到海哥的第一时间，我同事就围过来，让我叫海哥坐一下试试。大家都很期待奇迹出现，但事实就是奇迹出现不了一点。我第二个遗憾，林尼。林尼的腿又细又直，套上黑丝吊带袜更是绝上加绝，再配上 PV 里这个娇娇的翘脚，天哪，太可爱了，又可爱又色，好想蹲在他旁边摸摸他翘起来的小腿啊，一定很丝滑吧，嘿嘿嘿嘿。我第三个遗憾，莱欧斯利。其他人是通过二郎腿取胜，而莱欧斯利就那么随意一靠，都刺得我口水直流。这短短一个动作，我直接脑补出我和莱欧斯利的婚后生活了。还有角色演示，这个岔开腿的坐姿，不行了，多说一句都是会把我视频下架的程度。你们也不想让我跟老于和一哥一样，都别怕色情低俗吧。总之就是赶紧把这些坐姿给我时装啊！我不差这样内存的，干点正事儿吧，米哈游。